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二。熊二一家昨天晚上10点才到梁山小弟家。一位小弟的二姐有1年多没有回来了，前天回来小弟家拜年，所以熊二一家也来这个小弟家玩。因为小花和小花的那个二妹也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送小花他们来这个小弟家，看看这边的天气，雾里蒙蒙的。我呢，一般早上，6、7点就起床，就睡不着，所以提前醒来了，所以一个人在外面拍视频。梁山小弟还有小花，还有小花的妹妹先都在睡觉。看梁山小弟这边今天天气啊特别的冷，雾里蒙蒙的，这边的冷真是受不了，比悬崖村还冷。我感觉小弟特别能干，今天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外面到处走着看，小弟竟然养了3头猪，还有养了2头牛，不知道那2头牛是不是他的，因为拴在那个他家的地里面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，等一下问一下看。现在给你看一下小弟养的猪啊，感觉比我真的厉害多了，这么小的年纪撑一个家，真的这个大拇指啊。小弟今年就想娶老婆了，去年好多那个做媒的来给他介绍老婆，但他不愿意。今年他累得跟狗似的，每天守在家里面喂猪啊，然后做家务这些等等，今年就想娶老婆了。等一下我们问一下他想不想娶老婆啊，给他们看一下他养的猪啊。小弟养了2头大公猪，看这个猪圈有点冷，看那个猪都受不了。一头猪的话大概就在140斤左右吧，然后在那边养了头黑猪，看它在山上砍的柴火都放在这个猪圈里面，挺能干的，比我还能干。看他养的大猪在这儿，黑的，看外面啊，雾里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本来想给大家拍一下这边的风景，结果这个雾啊，看今天运气不好，就遇到了这些雾里蒙蒙的。等一下还要帮梁山小弟背那个，前段时间我们那个砍的那些烧猪毛的草，等一下要去背，因为好多我们两个放在那上面都没背下来，所以今天要到上面去背。但今天这个天气不知道小弟会不会去背，等一下尽量叫他去背，因为到时候他一个人背的话有点难。我的老丈人我起来他就跟着我起来了，他要给我烧火，怕我们冷。我的天哪，好像听到他们声音了，机器虫了。梁山小弟还在睡懒觉，这是他姐夫二姐夫，
起来了，看南山小弟素颜就这样，长得比我还丑，像个大猪一样，大母猪一样，那个头发乱得不得了。看，都这样睡了觉。这是二小弟的二姐，还有他的小孩。他怎么没你出事？阿爸一起就开始去了。南山小弟还种了这个七菜。我今天才发现小弟也会好多东西。那边已经长出来了，都马上就可以开始吃了。那边应该有小虫在吃那个七菜叶，打点农药应该就好点了。南山小弟家的这个玉米，今年一年就这么多。小和尚们开始搞卫生了，看，几个人在打扫这个门面。嘿，阿爸拉到门口。现在小弟要带我到小卖部那儿去买包烟。昨天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带烟。他要到小卖部那儿。哦，六千元啊，这个银器呀。梁山小弟现在要带着玉米去磨成粉，然后喂猪。我们给他去看一下，他是怎么把这个玉米磨出来的。就在这。哇，用这个机器来磨，打成粉。现在雾已经散开了，现在感觉暖和一点了。哦丢，阿姐，行，好的。